出来了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活下去，我带你走。阿紫最疼我，有阿紫的地方什么都不算过，哪里有阿紫哪里就是家。隐隐双心条条路相对，叹沧海难为，相思难给，逃不过被命运支配。努力的记忆里长出新的年岁，破碎却从未摧毁。老大在哪儿我在哪儿，我曹大对商队绝对的忠心耿耿，不离不弃，守护你最后的光辉。我要赢嘞。什么？赢都无妨。嗯，我不懂。你嗓子能说话了。今日让兄长见笑了。夜宴之下，圣人垂爱，赐你御酒数杯。可是你本身不胜酒力，这该推辞的，其实还是可以推辞的。美酒伤身，不可多饮。兄长提醒的是，这是给你准备的醒酒茶汤，快喝了吧。多谢兄长。我之前跟你说的没错吧？圣人也赞许你才高八斗，主意你草拟事高。你若是想查旧案，找个得力的人就行了。兄长，就算你责我固执己见，可这话我还是要说。扬州是一定要去的。我看夜也深了，你也累了，先早些休息吧。此事如后再议。我送兄长。哎，不必了。
四郎，兄不得已出此下策，房中字画古书皆为我精心搜罗，今全数相赠，望君海涵。郎君，影王有令，在您受敕出任中书舍人之前，请您在王府暂住几日，岂有此理！你们怎么敢？快给我开门！请恕小人得罪了。尽然也。臣本书生，性诚积阴，力见清直，然识无通方，文不经国，不可昼参机密。昔年有藩国款赋，阿紫。不知你家娘子可否喜欢金饰？若喜欢金饰，我们便能做成金镶玉，一个新的款式。但要想做成一点痕迹都没有，那倒是不可能。娘子是喜欢金饰的，只要你们能修好，镶些金饰也没什么的。你们确定能修好？按这个做。阿紫，火候够了。好，小心啊。嗯。这个扣子一定要做小一点，就这儿，一定要做小，把这个缝给填上。什么人在政府门前扎堆呀？哟，这不是锦贤姐姐吗？这二位是我专门请来给玉小娘修手镯的。郑家自家就有聚宝斋，怎的都要劳烦外头的人？是使唤不动了吗？有这个时间，姐姐还是多关心自家房头吧。嘴巴这么伶俐，要多宽慰宽慰大娘子。好大的胆子，敢非议主母！我没有。我劝你少张口先，妻妾尊卑嫡庶有别，咱们郑家不是那些没规矩的人家，日后自有分享。堵在门口像什么样子？弄完了赶紧走。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娘子，方才那个是…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绣你镯子去！这不是给娘子添乱吗？我们初来乍到的，也怕是犯了忌讳，所以才多问两句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告诉你也无妨，那位，她是大房崔大娘子，她的婢女锦贤，真狼阁的崔氏。不然呢？不过如今崔家倒台了，我看他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你愣着干什么？你赶紧修镯子去啊，等半天了。快了快了。好了，娘子看看可否能入眼。算你们有点本事，多谢这姑阿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